美医生原理环节咧，继续同大家探讨下赌博嘅问题。点解赌博问题喺华人社区屡见不鲜呢？由华人健康组织联会嘅项目助理黎燕青同大家讲讲。咁黎小姐啊，就想问一下啦，赌瘾咧系会点样影响到赌徒嘅健康嘅咧？咁其實咧，問題賭博咧係可以造成好多嘅心理啦，同埋家庭上面嘅影響噶。好多賭博過度嘅人咧，佢哋都會感到焦慮啦，有壓力啦，又或者抑鬱噶。咁呢啲情緒咧係可能會令到佢哋思考啦，或者解決問題嘅時候會變得有困難，或者係坐唔安、瞓唔落啊咁樣。咁好多時咧，賭徒佢哋亦都會有一啲財務上嘅影響啦。呢啲影響唔單止影響到佢哋自己，亦都會影響到佢身邊嘅人，好似屋企人啦或者朋友咁樣。咁問題賭徒咧，佢哋自己嘅自殺、家庭暴力同埋一個離婚嘅比率咧，都係比普通人係高好多噶。咁聽講咧，華人社區嘅呢個賭博問題咧都比較嚴重嘅喎，點解咁嚴重嘅咧？是啊，問題賭博咧喺我哋華人社區咧係的確係比較有嚴重噶。咁造成呢個情況嘅原因咧係有好多啦。例如我哋都知道賭博喺我哋華人社區咧都係一個比較容易接受嘅娛樂方式啦。咁同埋好多時候咧有好多賭場咧都會喺我哋華人社區做一啲宣傳嘅廣告啊。有好多巴士咧嚟我哋唐人埠接載一啲客户去賭場啦，咁樣做咧係令到賭博變得十分之方便嘅。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好多時候咧，我哋華人對於賭博問題或者心理問題咧，佢哋都唔願意去接受治療或者接受幫助，咁從而咧令到呢啲問題變得越嚟越嚴重㗎。